现在时间7:20，我们要准备吃晚餐。看一下我们今天吃什么。这个是毛豆，这很方便耶，退冰一下就可以吃。我们家最爱吃的吃毛豆就是阿油。电脑盖起来，靠旁边。然后今天蔡依林在炒青菜，这个就是昨天一样不知道是什么菜那个菜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，那这是什么菜？芥蓝菜。芥蓝菜。那有人告诉你那个是什么菜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好吧。然后今天蔡依林，姐姐。掉在地上了，拿个卫生纸把地上的捏起来，我踩到了。对啊，你看掉在地上。今天在里腌的小黄瓜。我像偷窥狂在看你在炒什么青菜，我来服务。为什么在偷吃？偷吃还摇头？因为人家都说芥蓝很容易苦。这会苦吗？对，在哪边买的？就是你用了什么不一样的炒法？怎么样比较不苦吗？可是我觉得还是苦。然后这边有个烘蛋，然后这边有个牛肉，这边有个鱼，跟就是 Costco 的鱼，还有一个白饭，都快好了，剩6分钟。这个已经在泄气了，它其实已经好了。我先来拿碗筷好了。有时候看那个血压蛮疗愈的。哎，我的心脏为什么没在动？你是会不会走路的时候撞到？对吼，他怎么讲？剩2分钟没在动。来。快好了。有在动了吧？要放在鱼上。放在鱼上，哎呦哎呦。那要现在放进去了吧？其实上面应该好了。
我现在放进去再蒸一下。那你可以帮我放吗？我拿那个，拿手套把它拉出来一点。的那个可能要设，你说200度在几分钟？在5分钟。对。那挂好了。这个烘蛋还要一个200度，在5分钟。你今天那个好吃吗？有加酸梅有比较好吃吗？还是没差？比较甜。比较甜。而且我今天有加金桔。你今天有加金桔？我先看看，先蔡琳。的新腌的小黄瓜，阿佑还在看麦块。好了，我等一下出来再跟各位分享。你说餐具拿了吗？那个是牛肉。哦。现在吃都是牛肉。你为什么要这个？哦，你要捞那个，捞那个肉。番茄口味的吗？啊？我们在等那个肉。哦。那蛋好了，要不要先拍一下？还你拿出来。谢谢。嗯，蛋好了，要把它拿来吗？好，那好。然后出来就补一幕。好。做好。等23秒。是它好了吗？对啊，是它好了。然后它，可是我们这个要拍啊，那个图，那个。好了，哇，很美，是不是 easy？ 超 easy 的，要挖一下看看吗？再等一下，先把它拿起来。拿起来。挖什么？应该不用吧？不用，好，那就看一下。可是这个温度我已经测试过，就是这样子一定会熟。因为之前开那个15分钟都不会熟掉，再多一个250分钟就会刚刚好，很方便。好，看有没有熟。还有最后一个，这个。
再烘一下就好了，来，再烘一下。你把它划开大一点。啊，这样会比较快。可是这样感觉还差蛮多的，为什么？刚刚是什么？烘蛋。烘蛋。哦，小心小心。你说是牛肉吗？嗯，那。我觉得温度就要180，不能用，因为已经很上色了，那可能还要隔六分钟吧。哇，这个好了，哦，很漂亮哎。为什么有大头菜是坏掉？什么有大头菜是坏掉？不是我的肺了，我的肺有大头菜是坏掉吗？我没注意耶。今天看起来很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起来很好吃。今天用什么肉啊？牛肉啊。哪个部位？感觉有筋。对啊，这你买的，半筋半肉。哦，半筋半肉。这个还再擦一下下，应该很快就好了。可能有时候就是蛋厚一点、薄一点吧。对啊。然后你鲜奶加的比较多，也会比较晚凝固，对不对？嗯。就是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差。煎豆腐也看起来好吃。还有一种不吃饭，你可以吃饭啊。对面拿过去。好热哦！我懂，终于用过放假。是。嗯。好了，就拍到这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晚餐。加进去。所以说我们今天晚餐这边有个蛋，我们要吃饭了，拜拜。